你看，这个气候就是横滨的特色，你感觉得到吗？大家好，我们是漫才少爷，哈，请多多指教。大家好，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嗨，今天的内容是日本 number one。今天直接是 number one 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神奈川县。其实有很多日本 number one 非常厉害的，先看一下这个。很多西向的 number one， 但我觉得最有名的部分是横滨市的人口是370万以上，哦，很多哎。这个是日本 number one， 横滨市，对，只有横滨市。好奇怪，神奈川是哪里？你知道吧？大家都知道神奈川吧？我很喜欢打篮球，所以 slam dunk 的印象很深刻。啊，对呢，湘南，湘南吧，这个也是一个神奈川的特色。还有タサンオールスターズ，啊，也是湘南。对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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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阿里呢？你什么时候的擦伞呢？沙掌的歌变成中文也有，对对对，我们现在应该很多台湾的朋友也知道沙掌 Hobstar。噔噔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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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里娜，阿里娜，又来阿里娜的时间了。神奈川县其实有很多有名的地方，我的故乡横滨，还有镰仓，还有香根。我觉得这个三个地方的话，台湾人也几乎都知道。应该对台湾人来说，这个刚刚三木说的 slam dunk 的印象很大。因为镰仓高中车站，很多台湾人去那边拍照。其实我来台湾之后，第一次去那里。哦、oh. ，对，因为在台湾很多朋友跟我说， oh. 我想去哪里，我想去哪里，对，所以我回去那边的时候，特地去是那边。听说在那边拍照的人几乎都是台湾。对，对，那边的人就完全不是观光的地方。是是是。刚刚的那个 number one 里面没有写，但是我觉得神奈川的第一名是横滨的夜景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我觉得最浪漫的地方，你没去过吗？我去过，漂亮，很浪漫。阿卡人的，还有摩天轮也是。对，横滨的夜景的话，不要特地就有点高的地方，也有些夜景的地方是要爬山之后才可以看到夜景。但横滨的话不要这样，就大栈桥就可以。我推荐的地方呢，真的很漂亮。有可能日本第一名，这个有点不好的。横滨人是自己田龙博啊，对，我现在受不了。问日本人，你的故乡的特色很好的地方是什么？应该很多人说啊、有这种的景点哦，可以吃到这种的美食哦。但横滨人说，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横滨的特色，你感觉不到吗？你看个屁！我也觉得很糟糕呢。然后横滨人的话，自我介绍的时候啊，我是太点头，然后啊，我是从横滨来的，不说我是啊深南圈来的。对，这个部分也是真的讨厌。对，因为真的很多日本人说我从什么什么县来的。对对，但横滨人的话，我从横滨市来的。这个也是点拢我的一个原因。我觉得很糟糕，有太大的自信，但是我也可以理解。我觉得啊，妈没办法，真的很是很厉害的地方。而且呢，深南圈的人聊天的时候，先问深南圈的哪里呢？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的，有点敏感的部分。先说啊，我是横滨人，他说啊，我是川崎传奇，他发的敏感的部分。因为横滨人瞧不起传奇。传奇也是很大的城市吧？对对对，的确很大的城市，但是横滨都是这样的。我
觉得是奈川是有横滨，所以呢，其他的地区的人也有那个自己的自信啊，因为那个镰仓的人也有啊，我是镰仓的人，嗯，刚刚的传崎也是，还有秋呢，嗯，破木、海老呢。这种的地方的人也有自己的地方的自信，爱自己的地方，也有香根人。所以我觉得神奈川很厉害，也有很大的城市的横滨，也有一间的古都的镰仓，也有可以泡温泉的香根，厉害吧？对呀、啊，我自己觉得神奈川是很厉害，在我讨厌横滨的人而已。神奈川很厉害，有这样的话我也会接受。你是横滨的话，哎，不是那个跟他们那个完全没有关系，我们是横滨人，这个不我是真的讨厌。是什么？你的搭档是横滨人？对，是我讨厌了横滨人。你礼貌了吧？其实真的，我也觉得横滨人很麻烦，但是我也横滨人，可以接受他们说的细节。啊，真的讨厌了。为什么横滨什么都有？我告诉你，我的话，大阪的富田领事，我先说富田领事的话。什么富田领事什么了？在哪里？大家都不知道。对，所以我直接说啊，大阪，大阪，我是大阪。那之后那边的话再问三问，你大阪的哪里呢？啊，富田领。是吧？小骗子。这个，我觉得大阪人瞧不起你的故乡的感觉。不是不是不是，真的我不太知道。是吗？有点特别的第一名，嗯，是吃小麦的人最多哦。但我觉得这个是当然的事情的。当然啊，中华街也有。对对对，还有横滨有很有名的吉阳轩，吉欧根的熟麦。对，在台湾也有啊。对对对，现在在台北车站也有卖，真的很好吃耶。熟麦。对，横滨比较多海外的料理，咖喱。有国哈马咖喱，还有洋式料理，我有听过。其他的地方的、年纪比较大的人比较喜欢吃荞麦面这种的日本料理，但是横滨的人的话、很喜欢吃洋式料理，跟 hamburger， omelette 这种，还有 spaghetti， 讨厌吗？为什么？很时尚吧？这个我很也是受不了了。Spaghetti，omelette， 没有这样想法，你说话的问题吧？你礼貌了吗？有很多的美食，还有很浪漫的地方，什么都有的是横滨。温泉呢？温泉，嗯，我大推荐的温泉是箱根湯本の温泉，果然是，嘛，箱根真的很有名的。对。气氛也是很好，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，还有可以逛街泡温泉也很舒服。没错，最我推荐的地方是交通很方便，对不对？啊，对的，从新宿去长宫应该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吧。真的很近。然后呢，因为就是好像日本的北州的感觉。可以吧？对对。那城堡在神奈川县最有名的城堡是朝田园啊，小田原城。对，没错。其实呢，现在的朝田园城是不是以前的样子，特别在做的感觉？那么鎌倉呢？鎌倉没有城堡呢？好像呀。对对对。鎌倉是什么？鎌倉是古都吧？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那时候还没有城堡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第一次做你想的城堡，田秀哥的人是谁？是織田信长。哦，所以战国时代对对的时候，对，所以他的时代之前的城堡不是跟你想的城堡的样子。哦。房源，奈川有房源吗？这个呢，我刚刚认真查一下。哦，对，くっちゃべる，くっちゃべる是个热笑话的感觉。哦，不要くっちゃべるあ、这样的。不常用吗？还有トッポイ，トッポイ常用吧？没听过。啊，是哦。トッポイ是有点松的。这个衣服好看吗？ちょっとトッポイな。片足といて。片足といて也是方言吗？我听不太懂。整理一下的意思。果然，住神奈川的话不知道方言。くっちゃべ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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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部屋片足といて。
部屋片しといて部屋片しといて部屋片しといて、神奈川県ぜひお越しください。よいしょ。ピッピー。嗨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多多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还有，我们有连续的粉丝团、Instagram 也有。请多多支持哦。拜托拜托拜托。ではでは、またね。